那么同步也来看看的是，现在认知作战是不是又来了呢？情报外交部的机密外流，外交部现在推给是认知作战哦，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就来看是在暗网所兜售的，包含了我国对教廷跟图瓦鲁邦交警讯公文呢，在直接情报机密的文件，直接在暗网都找得到、买得到。好，兜售者表示说是第一手资料，而且完全没外泄过哦。好 ，PDF 文件哈，还四 gigabyte， 以泰达币来交易。公文时间横跨2022年到现在今年之间，看起来呢，这一段时间很多的公文是不是都外泄了呢？目前外交部的一个反应是说，境外操作、操弄认知、做操这个包括认知作战是恶意的一个行为，会跟相关机关一同来做调查。不过我们同步来看是资安专家他怎么说？他说呢，这个新任外交部部长刚刚公布外交部机密就在暗网兜售，这很难没有政治联想啊！要赶快把真相给查清楚。不过同步我们就来看看的是，其实呢。很多的资料最近都被外泄哦，比方像是2月29号，中华电信的内部资料遭人也在暗网给他兜售，中华电信已经向政府来通报。另外，华航哇也是有这个资安的问题，在暗网上出售110万笔会员资料，通通被看光光，也被卖光光。我们就来看是台湾人权促进会呢，这次呢就说了，其2022年底网站公开兜售2300多万笔。台湾人的个资，而且呢，内政部从来没有向社会大众具体做过任何的说明，哪些公司部门曾经参与接借台湾国人的户役证个资。那其实看起来这个问题漏洞还是非常的大。法务部也表示说，调查当局呢，包括呢，其实法务的调查局当时有做出了最新回应，说已经掌握了兜售资料是大陆籍的一个人士。好，我们就来看看网友怎么看。现在呢，大家哇，这个意见非常的两极。有人说不检讨自己，整天就说认知作战，反正出什么事情出包了、出歹机了，就说认知作战。另外也有网友说大陆太可恶了，怎么什么都推给大陆吗？好，另外网友也有人留言，不清查怎么外流，他整天都说是认知作战，这真的是断交不误。还有人说呢，你看我们的 IT 大臣花了这么多钱到处出国玩，什么也做不好，好只会卖面线吗？好打架都抓不到。好，也有网友说，如果是假的，那早就严正驳斥了吧。我们就看的是立委陈冠廷，他就说近几个月传出了多个部会资料外泄，这不是单一的事件啊。立委王定宇也说，不管是否是机密的资料，总而言之是外泄了嘛。那外交部都有要改进的地方，台湾是 IT 大国，如果资安又没有做好，很丢脸呢，糗喽。立委沈柏阳则认为，暗网资料有很多对外交部攻击的一个资料，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放出来？他认为，数发部必须协助外交部来做厘清。好，虽然外交部没有直接否认是假文件，只表示文件的来源非常的可疑，涉及是境外变造、操作认知作战的恶意。立委洪孟凯就说了，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外交处境已经非常的艰难困难了，外交部第一线同仁也都非常的辛苦，因此外交部更应该要积极的应对，而不是只喊认知作战。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安全的问题。那我看里面的密等从普通件到机密不等，那所以说再从2月到现在其实包含中华电信、国防部等等，然后到现在外交部，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是不是单一事件。所以我们是还是强调520之后，那新的数位部长还有我们的所有其他的各部会、国家安全相关的这些部门，必须要综合性的去考量这样子的议题。那这也不能说只单纯的归因为单一外国势力，它有可能来自内部，它有可能来自外部，那确实要全面性的来检讨。那包含电报都有这样被泄密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很难去直接来说这是谁来造成的，但是还是强调未来中国的挑战是越来越严峻。那中国如果得到这样的资讯，会怎么样影响到我国的外交甚至是国安的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外交工作就我过去到现在跟我们所有的一个政府官员以及我们的公务同仁来讲，外交工作都是需要细腻而且好好的，不管是尊重
对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外交的一个进行都是非常低调而且细腻的操作。所以在外交工作上面，如果说有这种泄露或是什么的话，我想这是不合格的一个外交动作，也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外交动作。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外交同仁、地线的同仁都非常辛苦，尤其是我们的外交处境确实不容易，但是在地线的外交同仁的一个做事上来讲，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当然外交部也应该做出正式的回应。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